交通系列反光警示柱。警示柱分为钢管材质及塑胶材质。两种材质的警示柱皆有反光贴。钢管材质可分为普通款、耐环款及加大款。加大款又分固定型及活动型。塑胶材质可分为 PE 无弹力款跟 TPE 弹力款。弹力款柔软且弹性十足，可承受外力作用，变形后迅速恢复原状。实力工厂仓库大量现货供应，满足您的需求。